最上面。我在想他那个衣服啊，他的腹肌还是？这是五上小上小上。你想要小上之前，你要先讲五上。对。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看颜色猜角色第三局。又是我来当观主了，那我准备了20题给他们两个猜，大家也可以一起猜猜看这些角色是谁。好，那我们就立刻开始喽。啊，不对，看范例。来，这个范例如下。啊，是谁呢？哦 ，OK， 好，是这样子玩。好，大家立刻开始喽，三号。好，一样是抢答嘛，对不对？你打慢一点，不然大家打不。上一集我们两个只差一点点。第一题。鲁夫啊，他先的，哇，好强，很快。因为想到这最近真人版上映了嘛，一定要放一下。还是我们放水喽。真人版真的蛮好看的，眼睛是冰淇淋，都在吃水。索隆很可口。第二题，哇，史瑞克吗？啊，哇，哇塞，史瑞克哎，好强哎，这个有难。史瑞克我全部都有看，我超喜欢史瑞克的。没有看，他好像有四哎，快乐四神仙算是很前期，就是颠覆童话概念。刚刚前一题还在动日本动漫，然后现在突然跑动漫，所以我刚刚还在动漫里啊。对，第三题，乌苏拉，哦，不是，对耶，不是，是乌苏拉，第四题。波吉，我以为是泡泡，哎，又考皇冠，我以为皇冠是金发，我以为你答对了，这个 Jackie 答不出来哎，这蛮明显的啊，我还以为是泡泡，这魔女小即便，你要摸谁？魔女小即便，飞天小女警啊，对了，魔女小即便，第五题。那个 Wonder Woman 啊，王家教主只有 Woman， 就是有盖尔家族，神力女超人呐、啊，有这么明显吗？有，我也答得出神力女超。我突然讲 Wonder Girl 是那个 Nobody but you。下一题啊，这个哎不是，那叫什么？派翠克那个不是不是，等下那个我想一下，等下他的名字啊不是不是波吉不是我阿皮啊。不对，可是我知道是哪一部，但我讲不出名字。南方四剑客啊，对啊，南方四剑客，不是南方四剑客。哦，那我错了啊。这个有提示哦。我以为是南方。神乐。不对，神乐在这里。很像啊。啊。对，这不是这个。你讲一下啊，说不定是你就。不是啊，西索不是啦。哦，不是。啊？西索那我就说我不要打，我就说不要，你每次说你就讲，那就这两个，然后我也讲，你们就。西索，你怎么会这样觉得？我觉得很像神乐吗？还是要提示？不是神乐，不要，先不要。是小当家吗？不是，但有点像。不是，再给我们看提示哦。提示，乖乖。哦，哇，很难呢。他的帽子突然跑出来。哇，这个很难呢。他怎么会那么像南方四剑客啊？因为他穿橘色的。配色是好一样。乖乖怎么唱？乖完了，没有提示，完蛋了。他怎么穿脸那么像泡泡？我知道。哎，我知道，朱棣。对，假的，我就想说他穿的像警察。对，是朱棣。对不对啊？你不要骗我。我知道为什么那么难了，因为他的耳朵你没办法还原出来。对，没错啦。你好厉害哟！而且这个的颜色是他耳朵里面的颜色。乖，很像哎，对不对？粉红色的最上面。
啊，这真的很像，是那个吗？你可以打土象悠人呐、啊，不对，他超像的。我在想他那个衣服啊，是他的腹肌还是米之助？哦，答对了。其实我前面第一个我想的是椅子柱，可我看到粉红色，我觉得不是椅子柱，它的小很耳朵了。下一题啊，那个星花枝，不对，美枝，花枝，美枝辛普森啦 ，Maggie 呀、啊，美枝花枝，傻傻分不清楚。河马大子，他女儿叫什么？花枝。下一题。哦，这个就是越野兔啊！我想要腿，因为它的腿很长，而且有绝对领域。哎呦，这个是五藏小次郎，不是五藏，紫色头发，这个的一定是有那个魔法能力的。没有哎、欸，他一定是穿一个靴子嘛，可看起来真的很像靴子。是，哎、欸，不一定是动漫，我们搞到被困啊？不对，这个比例应该是动漫，这个是动漫。不是栗子啦，不是不是，栗子没有绝对领域。粉色的靴子，我们怎么会猜不出来啊？他头发是长的，对啊，紫色的啊。嗯，左卫，好想看左卫穿这样，比较新一点的，比较新哦。哇，这个怎么会答不出来啊？这个配色感觉超明显的。对啊，这个你们看，等下看就会哦。等等，我先稍微离开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是大众定义的星吗？是啊，也很红啊。很红哦。这个动漫也出现在我们的频道，标蛮多次。真的。棒极了，真的是的。我们也是蛮感谢这个动漫。对。对。也是。我们观报。蛮爆。短片的。啊。啊，爱讲哦哟！我觉得这题我们都没分。好啦，你们都没分啦。哇，没有想到哎、欸。下一题。啊，那个班长叫什么？王伟哦。哦，哇塞！哇，我差点要讲花枝。花轮，我爱吃花枝啊！花枝丸呐，花枝花轮。下一题。花派选手。花派。要快一点，对，扑牌，扑牌是发音扑牌吗？扑牌，扑牌的水龙脉，扑扑，丛林陷阱哎！我觉得讲话很不清楚，我跟我班学校。下一题，啊，钢弹母机器人，对，你找不到，对，你答对了，钢弹母机器人，谢谢你的肯定。刚刚突然爱被爱讲宕机之后，突然就通了。哎，他连得三题了哦。哎，你被爱讲诅咒了。对。你叫爱，你还没有答。对啊，但答不出爱。啊。看下一题。哦，那个千寻。对。对。对吧？好像有感觉。对。其实他讲这个他没有小兵，我答得出来。哇，他连四分了，被爱讲诅咒了吗？那你要比一下那个姿势，你就会回来了。好，可以 ，OK， 回来了。下一题，那个宙斯，就是，这 Jacky 秒答，这秒答哎，那很明显，迷春姐哦，对，是吗？哇，不是，我刚刚在打的是那个《玩具总动员》叫什么？宙斯。查克，比查克讲的这么厉害。下一题，好像有点熟哎，是那个黑崎一护。哦，蛮有，因为我刚刚也觉得是袍子，對啊、然后中间系一个东西，是袍子没错、啊。对啊，这个人就是练武术的嘛，他感觉是戴一个高帽哎，我以为他是绑一个发带，所以他有提示图是不是？有一个，要看吗？别看，看提示。提示，梨花道。上面可能就是一个那个带一个东西，然后中间有一个钻石之类的。对啊。要提示是哪一个领域？好，绝对领域是迪士尼的。啊，是那个啦。我知道，阿拉丁的坏人。
喂，对，我要喝阿迪亨瑞，叫做甲方，啊，甲方。那是小冰糖代表。没有感觉耶，没感觉。你好厉害哦，有可能就像刚刚爱讲一样，我们就是卡住，对，我们卡住，我们就会卡住。嗯，好，下一题。这蟋蟀，好哦，哎，差点，原来蟋蟀还没有，没有没有没有，看猎人都看漫画，哦，没有颜色。那我可以，他身上的那两个花样是什么？红心跟那个方块，黑桃跟梅花。哇，我好厉害，完美的猜错哎。那我考你们，他脸上是什么表？什么什么符号？菱形跟星星。水滴，我记得有水滴。水滴跟星星，答对了。哦，现在是10-6，可以说个谎吗？现在是5-5。下一题，啊，那个蛋筒先生，啊，先生啊，蛋筒博士，现在博士，先生啊，博士是谁？蛋筒博士，这个吧，我觉得是超难，没有，这好简单，我觉得好见仁见智，有些人觉得一下就可以答出来，有些人又要想很久。嗯，下一题。这是武藏，小藏，小藏。啊啊啊，我一开始也抢武藏。你想要小藏之前，你要先抢武藏。对。哦。最后一题赢的人就是最后的冠军。好。最后一题。那个啊，那个啊，我一起接那个那个那个入手。入手。都好快，欸，下次要不要换我当官，你们两个 PK 看看。好啊。好了，最后的比分是12-7啦，金奖励。好了，我们会在片尾放3题给大家玩，欢迎在下面告诉我们答案。希望爸爸妈妈安全第一，我们的第一条评论再见喽。啰嗦，啰嗦，啰嗦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！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